口服保养品如果能被完全的吸收，通常效果是会比较好的，可是往往会被胃酸破坏，所以最后吸收到人体内大概只有2-3%左右。而等渗透压的溶液，因为渗透压跟人体的组织液是完全相同的，所以一旦从口腔喝入，就会直接从细胞膜开始吸收，最后到达肠胃道的时候呢，已经可以吸收95%左右，而且比较不会被胃酸破坏，是目前医学上最好的吸收剂型。